下吧，又自杀了呀，控制不住了，快点儿吧。手里拿一把那个尖刀，他那个刀比较长，那个刀应该是大约能有30公分长。是当时咱戴的那个防狗手套嘛，我直接抓的刀刃。你好，同江滨江派出所。哦，您讲。2019年11月4号晚上6:50，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饶河县公安局通江边境派出所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小伙干仗了，哥家要不拧煤气罐，整不了了，这当朋友的。现在两口子都在家吗？没搁家，男的找不着了，女的这家伙坐在家门摔得不像样了。他喝酒了吗？喝酒了。他喝酒吧？嗯呐。他也没有啥朋友，就俺们俩朋友，实在走不了了。家里边人都不搁跟前。多大岁数？20多岁。20多岁？嗯呐。接警后，派出所3名民警立即出警，赶往了事发现场。出警途中，报警电话再次响起。喂，你好，你们快过来一下吧，又自杀了呀！控制不住了，控制不住了，快点儿了吧！在事发小区，民警们一路小跑，在众多商铺中找到了报警人提到的门店。哎，你放这个孩子啊，不是你啊，咋回事？你看，哎，大姐，什么事儿啊？怎么喝这么久，大姐？大姐，好，你冷静一下，大姐，你冷静一下啊，你冷静一下啊，稍等，稍微冷静一下，滚不滚？好，我们先离开啊，稍微冷静一下。到达现场后，民警并没有看到报警人所描述的拧煤气罐的场景。我身边每一个人。而醉酒女子的疯狂举动，让在场民警意想不到。手里拿一把那个尖刀，他那个刀比较长，他那个刀应该是大约能有30公分长，然后大声吵吵让我们离开，然后边说的过程中，他的手也是，有不断，他那个手里的尖刀不停的一直朝自己挥舞，也是朝我们也挥舞，反正是没有规则性的挥舞。我认为孩子，我身边每一个人。好，好，来，我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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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刀醉酒女子是门店的主人，醉酒后她将自己的店铺砸得一塌糊涂，周围居民远远围观，没有人敢上前阻拦，都是惧怕她手上的尖刀。民警的劝说对失去理智的醉酒女子来说已无济于事。每一个人我都被人付出一切，谁为我付出一切？对，当然了，谁为我付出一切了？谁为我付出一切了？女子情绪突然爆发，用手中尖刀猛刺路边一辆3轮车的车棚。民警迅速疏散围观人员，同时向后退缩，准备警用器械以防不测。现在只要找到她老公，啥事都好解决，她就躲了。找不着了，先不找老公，先把刀拿下来。对，你先把刀退掉，三哥，把刀退掉。然后我为了维持她这个情绪，然后我就先退后，让她别紧张。正好他当时报警朋友还在身边，我就趁这个期间，我问他的朋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他朋友说是这个女的是跟他现在有一个男朋友，应该是比他大10多岁，然后中午喝完酒以后，这个男朋友不管他了，然后导致现在情绪非常失控。情绪失控的醉酒女子挥刀乱刺，仅靠口头劝说起不了作用，万般无奈，民警张家元不得不请示派出所增派警力，给予支援。你别吓孩子，叫出来，孩子吃饭，叫出来，你把刀放下，别吓孩子，叫出来。在我门口，我看到可能警察劝他把刀放下，完了他可能回头看那孩子在我的屋里，在店里嘛，完了他就让孩子出去，就挺激动的。
哎，大姐，大姐，你们别人呢？没有别人呢啊！滚！不要激动，不要激动，你不要激动啊，大姐。六级来，妈妈揍你。孩子是醉酒女子五岁的女儿，为安全起见，理发店老板将孩子引到店里看护了起来，但醉酒女子却执意要将孩子叫到自己身边，因为她手里有刀，所有人都为孩子的安危担忧了起来。这时候我就给孩子穿衣服，然后结果激动，他就把玻璃扎了几下，把玻璃扎碎了。还好玻璃没有全碎，否则待在门口的醉酒女子和店里的人都有可能受伤。情急之下，民警只能让小孩先走出理发店。是啊，领孩，你看你把孩吓哭了。等一会儿的啊。民警将小孩护在了身后，但醉酒女子却挥舞着尖刀，直逼着民警们步步后退。好，我给你打电话啊，你看啊。你就想让他过来是吧？对不对？解铃还需系铃人。民警们判断，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醉酒女子的男友到现场劝说，但是在取得联系之后，其男友电话关机了。没办法，几位民警只好在寒冷的冬夜里继续与持刀醉酒女子周旋，等待增援民警的到来。我一了百了，我妈也不在了，我爸也不在了，你不也不在了，你还有个女儿吗？是不是？对不对？我什么都为了她，这么点年纪，你还女儿是不是？啊？让她离我远点。让她离你远点啊！她先到派出所，你马上叫过来，好不好？我妈妈都对我失望。是吗？我这一辈子从来都没为任何人轻生过。走。稍微冷静啊。醉酒女子见其男友迟迟不出现，情绪转而低落，出现了自残倾向。就在此时，派出所所长白凤波带领增援警力到达了现场。现场的屋里满地都是玻璃碴子，还有那个食物残渣，还有他就是货架子也都倒在地上。当时第一想法就是先把这个警情处置完，把这个刀，给他这个人给他控制住。然后因为当时看见他手脖上有血，就是说这不知道咱不知道伤到什么程度。我们到达现场以后，就及时疏散周围的群众。然后我就尝试与这该女子进行沟通，当时她根本就不听你劝解，一边挥舞刀一边恐吓我民警说：“你要再过来，我就死给你看，要不咱俩就一起死。”经过近半小时左右的劝解，醉酒女子情绪依然不能平复，但所长白凤波命令民警们没他命令不得使用警用器械。当时地面滑在满地都玻璃碎片，如果我们就强行用警械抓捕的话或者制服的话，肯定得对他造成二次伤害，因为我到现场的时候他本身手脖子就在流血，伤情什么样咱们初步判断不了，因为就看见有血。所以说我们就是简单的沟通一下子，就是说把他就想办法，就是说这个引诱到这个门口这块。我往前，因为我离得很近，我一直在往前，就一步步凑，就一步的时候，我就往前跨了一步，我就碰着他的手，就抓上刀了。他有个往后撤，就是撤手，就不让我抓刀这么过的。那就是当时咱戴的那个防狗手套嘛，我直接抓着刀刃。一把专门用来切肉的刀，可想而知有多锋利。所长白凤波一个跨步，一伸手，直接握住了刀刃，牢牢控制住了刀的走向。虽然当事人并不是穷凶极恶之徒，但飞身夺刀的那一瞬间，确实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胆识。撞来撞来！你们永远都是妹子！我求了，我为什么这样？你把我手，你们把我手，他手受伤了啊！一会儿给他包扎，一会儿给他包扎，急死了！快去医院！醉酒女子被控制后，情绪依然激动。
考虑到其身上有刀伤，醉酒女子被直接送往了医院。我没有自杀倾向，你们为什么绑着我？等会儿，等会儿啊！我没有。你别激动，你先缓会儿啊，你先别激动。你有没有没有自杀，你就配合好啊！我想回家。你等着吧，等着给你出点伤口的啊。甘女子控制以后，就发现她的手腕以及颈部有多处伤口，已经流了很多血。然后我们就将甘女子送到咱们饶河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同时在救治的时候，咱们也对她进行劝说。经诊断，醉酒女子只是手腕表皮划伤，伤得并不算重。在民警的劝说下，醉酒女子渐渐平复了情绪。与此同时，为以防万一，派出所民警又重新回到事发地点，对报警人提到的煤气罐进行了排查。医院处置完之后了，我们到那儿去看一眼，没有闻到这煤气味，上面楼上一切都挺正常，只是一楼的造的那个玻璃碎片呢，还有这个食物残渣上。因为涉嫌妨害公务罪，醉酒女子被派出所移交给了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经核实情况后，刑警大队对其采取了取保候审强制措施。我看他后期啊，情绪比较稳定，这个民警啊对他的通话呀、谈话，他也能听进去。他对自己的行为啊，就是妨碍咱们派出所民警的执行公务的行为，也感到挺懊悔的，也表示他自己错了。后来呢，我们经过商量，集体决定吧，对这个当事人采取了取保候审的决定。当时也考虑到他孩子比较小，才5岁，没有这个专人照顾他，感觉到特殊情况吧，就特殊处理。醉酒女子叫小美，因孩子还小，需要有人照顾，公安部门并没有对她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当天夜里，小美就回到了孩子的身边。不过小美这一夜的折腾起因又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跟对象拌了两句嘴，然后所以喝多了，然后喝多了他就走了，然后我就找不着他了，然后我就特别生气，然后就把东西砸了，然后就有人报警了。其实没有多大事儿，我没想伤害任何人，我也没想怎样，就是心里有气嘛，想发泄。小美口中的他叫张勇，是她现在的男朋友，两人都是离异，也许是命运的安排让两人走到了一起。说起当天晚上的事儿，张勇向小美解释了自己没有出现的原因。因为我第二天要出门嘛，在公司下午还有一些事儿还没有交代，我就没敢多喝酒，拌嘴呢也没拌啥嘴，就是让他少喝点儿。那喝酒的人他也不听啊，他说啊喝酒怎么怎么的，喝酒怎么了，没寻思，哎呀喝酒的人也别跟他说了，我就走了。我走的时候没带充电器，手机还没有电了。张勇这一走，他也没想到小美的反应会如此强烈。安慰他呗，跟他唠嗑呗，既然已经发生了就得面对。事后小美和张勇向周围邻居们道歉，并对损坏物品进行了赔偿。他说你这个该花多少钱我们全额赔偿，并表示也道歉了。在事发10多天之后，张勇突发心肌梗塞住进了医院。因为没有钱，躺在病床上的张勇陷入了绝望。我那个时候已经放弃了，因为我心里很清楚我没有钱，没有钱能够去做这个手术。张勇生活拮据，加之其父母体弱多病，都没有能力去关照他，只有小美不离不弃，一直陪伴在张勇的身边。没有人管他，我要是不管他的话他都没命了。在重症监护室里待了3天，这3天他就一直在帮我筹钱，要救我的命。小美四处筹钱，为张勇借来了做手术的救命钱。
小美的举动深深地打动了张勇的心。在我生病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才是最疼你的人。好好的活着，有质量的活着，跟他走到婚姻的殿堂。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小美醉酒后持刀的视频被传到了网上，这让小美背上了思想包袱，至今门店也没有开门营业。为此，公安民警听说后专门上门了解情况。他这都吐出来了，出完这个事儿了之后就没干。啊，一直在家。对。时间呢，是弥补这个创伤最好的良药。随着时间一过去，大家也就不再关注了，也就好了。但是孩子这方面，你一定要给他疏导好。别不要给他留下什么阴影。没有，一点没有，这个可以放心。经过劝解后，小美开始着手开门营业的事，而她的生活也因此慢慢地回归了往日的平静。边境辖区设计